冰的手提皮，就奶油塔。这个名字我查了，也问了我们我认识的一些日本朋友，他们没有找到这个名字的含义，可能是个专有名词。这首歌是他那个新出的两个那个 Build TV 啊，其中之一。我用了一个星期把谱拿下来了，然后在同样的这段时间里面把它弄出来。大家听一下，因为很短的时间里面可能看什么视频啊什么的，好听啊，就是把这个谱子就是说。